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一起透过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与我们同在同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是2月21号，今天的经文经段是创世纪第49章第一节到28节。不过，我将不会全章来读，只会选读而已哈。创世纪49章第一节这样说：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所遇的事告诉你们。创世纪第49章第八节这样说：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第十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创世纪49章的第22节这样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它苦害，向它射箭逼迫它，但它的弓仍旧坚硬，它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上帝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是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巅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正是以色列，也就是雅各他的临终之言，而这临终之言事实上有许多的说法，有些在和合本的标头里面直接写的是雅各或以色列的遗嘱，但其实这段话或这一段祝福其实并不那么像遗嘱，因为一般的遗嘱，我们大概就知道是说是这个人生命当中最终的吩咐，而这个最终的吩咐就代表了他在分家产或分他的产业，把他生命当中所有的分出去。而在雅各的以色列的这一整段话里面，其实我们比较不看到这一个层面。我们比较看到的是以色列根据每一个儿子的特色跟他生命的样态来做出回应。做出回应包括一开始他就对这个长子流便的一些话，因为流便他玷污了他父亲的床，因此他并不配成为长子的这个名分，因此也没有办法来掌握到这个承受到长子的祝福。而长子的祝福在这整段的历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个长子的祝福好像似乎就落到了犹大跟约瑟的头上，所以后来犹大支派的兴起，在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兴起，就变成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象征或标志。当然，在这整段历程里面，以色列用合适的话，他
不只对这个儿子说话而已，不只对这个儿子的过去说话，他同时也透过这些话来祝福这个儿子接下来的情形。对，没有错。同时他这些话当中有对过去事件的审判，但另外一些事情是，如果人愿意在过去的事情，过去所发生的罪行当中向上帝认罪，诚恳的认罪，他就有可能接受改变。而如果一个人愿意改变，那么他就会在他的生命当中承受到上帝给他的祝福。而这正是雅各在这里所留下的典范。我们刚刚所读到的，我刚刚特别读到的是犹大的祝福以及对约瑟的祝福。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整个历程当中，对犹大的祝福是非常特殊的。而这个对犹大的祝福，它很显然的是我们看到后代的影响，它会强过于当代的影响。而犹大的祝福也在证明一件事情，以色列在不断的典范转移当中，意思是过去美善的典范，它就透过这一代一代不断的传承，特别透过这个父对子的一个祝福，或者是父对子的一个传承，他要告诉他们，你们过去所做的事，你们要认罪，而对于未来，你才有可能有承接上帝祝福的可能。愿上帝的安慰，上帝的话语与我们同在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因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掌权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求上帝的应许跟祝福与我们同在同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